开始了，来，谢谢啊，次长，还有署长，还有各位先进啊，谢谢大家今天来参与我们有关于这个运动产业条例的一个协商。目前来说，我们是不是就来看？我们目前还有两个条文是有一些需要来做一个讨论的。我们是不是先来看一下第二十六条之一的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目前我们是不是有财政部的代表会过来？是不是？次长过来是。二十六条还有那个就是，你要给我一个。我们现在二十六条有吴思瑶委员提案，徐玉仁委员提案，还有二十六条之一张廖委员，还有柯志恩委员，还有蒋乃馨委员，还有吴志扬委员。我们是不是统一由？因为当初我们是卡在这个财政部的意见上面，是不是可以帮我们做一个说明，好不好？来，财政部次长。是报告委员，我们就是根据上次委员的这个发言意见啊，尝试拟了一个这个条文，就是基本在三十七页，白的三十七页最右边。好，第二十六条之一那个右下角那个最下面那个地方，三十七页右下角开始，就是中央，我先宣读一遍，然后看委员看看这样可以不可以。中央主管机关为培养支援运动员，得设置一个很重要，就得设置专户办理个人对运动员捐赠有关事宜，个人透过前项专户对中央主管机关认可之运动员之捐赠，于申报所得税时，得依下列规定作为列举扣除额。第一项就是，如果没有指定特定的运动员的，就是等于是对这个专户就是等于对政府的捐赠，全数列举扣除。如果有指定的话，那财政部目前的这个建议啊，就是还是按照现行的这个规定，给他综合所得总额20%的额度，因为赋税署等一下可以跟各位委员提出报告，因为综合所得总额20%，其实额度已经蛮大的，那大概已经可以 cover 这些捐赠的项目，但是我们有一个排除啊，就是说如果捐赠者跟这个被捐赠者具有配偶或者是三亲等类血亲姻亲关系的话，那么这个就不适用之。这个是也是参考我们运动产业发展条例相关的这个规定，就避免有这种利益输送的这个情形。那主要的规范就在这里，下面就是一般其他行政的这个规定，就是重点就是一个就是对这个专户的这个捐赠啊，如果你没有指定对象的话就100%，如果有指定对象的话就是20%，但是还是要排除那么三亲等之类的那个血亲姻亲关系，这样是不是可以？这是财政部的初步建议，有好像也跟这个我们赋税署有跟体育署的长官做过这个报告。是，好，谢谢次长的说明啊。体育署有没有意见？体育署目前是没有意见哈。基本上面这个部分就是分为两类来一个说明嘛。第一个就是你要是完全捐赠在是属于体育署的专户的话，表示认定是属于政府的捐款，你就是所谓可以全数嘛。那你如果是有个人的话，你就是有指定个人的话，那就会有指定的话，就是最高就是20%嘛。然后你有排除一些，你为了怕这些所谓的利益输送，对于个人的话，你会参考其他相关的一个法源来定出一个排除的一个条款。好，根据哪一个法源？好，那这个部分里面，看看委员。好，来，那个各位委员发表一下意见一下。我记得那个体育署有一个运动发展基金嘛，他好像也可以接受捐款嘛，是不是？除了政府拨，还有那个什么运动彩券的盈余拨以外，好像他也可以接受。那这里的专案专户是不是就那个就是了啊？这个专户跟吴委员所提到的体育发展
对，说明对捐赠的，就是之前包括企业赞助平台，就有成立一个301专户，所以这个部分没有拒绝个人的捐赠。哎，现在修法通过，那个专户也可以为个人 来做处理。那个是属于个人，没有原来的企业赞助就有开了一个专户了，是，所以那个部分可以再开放，哎，给个人。OK， 这样他没回答你的问题。那个跟那个主义发展基金的，那个基金的那个不一样，嘿，对，嘿，那个发展基金可不可以接受捐赠？那个不行，我们捐赠就是301专户。好，还没有其他委员有意见？财政部的条文是财政部建行条文，是现行条文。不是啦，这个。你讲到这个东西好像就觉得我了好像完全没被处理啊，你这好像只有针对黄国书委员的那个是不是，我的不是讲这个，好，所以这个我不反对，但是我的好像没处理嘛。24之1是吗？个人去消费，那他这个什么，他这什么没有，他现在讨论26，那个24之1我们等下这边有一个蒋委员的附带决议，他可以来做一并的做一个处理，等下我会做来一个宣告好不好。我们现在看26条有没有意见。26条是完全新增的，是完全新增的。410当初也对于这个税的问题，他没办法回应反映你那时候所希望表达的。我确认一下，你们的意思是说，主管机关设立账户，捐款人的款项先进到专户里头来捐款专用，这是一个要点。然后呢，进入专户的金额分成几种样态，一种是未指定捐赠与特定运动员的，这类就没有金额的限制，就等同于对于政府的捐赠，全部都可以全数列扣除额。第二个类别是说，有指定捐赠跟特定运动员的，就会有特定的金额限制，也就是依所得税法就20%。然后呢，配偶跟三亲等内的就把它排除掉，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大项就是受捐赠的运动员特别需要经过政府认可嘛，大概是 OK， 这一定要。所以好啊，有就是我个人是觉得20%是可以都不要啦，但如果你们讨论好，阿弟大弟，你也清楚啊。你有接受无？最大的能力清楚，今个就是安尼遐。所以体育署有同意这样，财政部这样的做法。第一步先跨出。但是我要提醒，那体育署后面的专户的这个 work 就很多，你们一定要特别，不要像现在的那个平台，真的是那个业绩越来越低，那就把立法的美意搞掉。我目前倾向接受，让我再想一想。我目前倾向接受。谢谢。我可以请教一下，对不起哈。基本上我也可以接受财政部的版本，但是我再问一下，在你们这个可以列举扣除额的第二项，你排除了他们的这个配偶跟三等亲里面，我还可以理解了哈。这是像姻亲关系，你也把它排除掉。这个是那为什么我同一个家族有姻亲关系，但是我愿意捐款给他资助他不行吗？就是那个亲等啊哈。报告委员，因为我们是申报户的概念，所以譬如说我本人跟我先生的他的那边亲戚就变成是我的姻亲嘛，我们是因为婚姻关系所构成的关系，所以基本上我们在排除包含我自己的血亲，还有包含我先生那边的亲戚，最多在三亲等内。是，其他有没有类似的一个规范？所以我们是一个申报户的概念，一个申报，譬如像委员，譬如说我跟我先生合并申报嘛。那我要是跟我先生去是分开财产，是我分别申报。我们所得税还是要合并申报。我们现在所得税没有因为财产的不同、财产制度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申报方式。我们是合并申报的，所以整个在算的时候是以我跟我先生的亲属、三亲等内亲属来算。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在申报的时候，这个扣除就是这个合并申报里面，它最多就只能扣除20%啊。是。那姻亲，那如果按照你的说法，姻亲在三等亲里面有需要写姻亲吗？是，因为但是我们在民法里面是分血亲跟姻亲，所以我们必须要根据法律条文要写清楚，这样就写血亲跟姻亲，这是民法里面的民用词。有一
点觉得，既然你已经指定捐赠特定运动员的有20%的限制，你还要排除他的配偶、三亲等跟姻亲，我必须再拿政治现金法来讲，我哪给安我安一旦管好哇，只是他有一定的20万的那个限制，已经有限制了，你要完全排除吗？难道我运动员的亲戚朋友要来支持我是这么罪恶的吗？对啊，我觉得有一定要排除。你如果没有那个20%，你没有那个20%的限制，确实是可以有一点排除，因为怕大家过当的去利用这个来逃漏税。对，可是你已经有20%的限制，他再怎么捐，还是依法。他其实，哎，每个人我要选择我支持的。对不对？我选择我支持，在政治现金法，我选择我有权利支持我支持的政党或是个人，然后你法律给我个上限就好。那为什么在运动员有什么比政治更敏感？你只支持体育跟运动，为什么要排除？这个是我觉得 too over 了。就这个配套应该是，既然有20%，我觉得姻亲、三亲等配偶是可以拿掉的。来，财政部支持体育。报告委员，我就说，因为我们在租税的课程上，因为我们现在讲所得税嘛，哈，那他是把他自己赚取的所得当中，我们在一般他会对小孩子或对他是我们讲这个配偶啦，他本来就有抚养义务，这抚养义务本来在我们相关税法就有做一些处理，包含亲属。然后我再跟委员报告，就说，因为我们这个条文同时还免了赠与税，也就是说，当时本来委员提案里面是没有赠与税的免除，那我们发现好人就要做到底，所以我们才说。他同时可以免综所税，也可以免赠与税。那因为一免到赠与税，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赠与就是对我自己你不要混淆观念，来来来来，他本来就是捐赠的观念，本来你们就不可以课赠与税啦。因为我们现在捐赠只有对机关团体才可以免赠与税，对一般个人，譬如我对我自己的小孩的赠与，我是不能免赠与税的。我跟你讲，对你个人对小孩的赠与，这个要有赠与税。我们现在是在特殊的状况，我们要支持体育的改革。的条款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增加大家对于运动员的支持？而这个支持不是只有精神上的支持，而是我们很多国人愿意实际上的用金钱来支持我们特定的运动员，所以我们才会有修法的这个呼声，才这一条嘛。说政治现金都没有这个规范了，政治现金也没有什么赠与税的问题了，你个嘎公啊，这一支持体育不用抠成这样了，把这个太苛刻了，你把这个三等亲等。这个血亲姻亲关系这边是否可以把它拿掉？对啦，我觉得是啦。这有什么利益？这有什么利益输送？哦，我来东北支持体育，不要这么样子的。财政部来，已经有20%的限制，这什么利益输送？支持体育，支持运动，不是利益输送，好不好？对啊，这太离谱。对不起，那听到这句话，我坚持要拿掉。委员，我可不可以再容许我再说明一下？哈，是这样，就是说，没有委员，因为我们现在分两种嘛，哈，第一个就是说，你没有指定捐赠，其实你怎么样都可以。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体育署认为他的小孩子或是他的亲属是值得栽培的，其实我们完全不受限制。那现在我们只是针对，就是说你指定特定人的时候，这个其实他的那个。意思表示是非常强烈的，也就是说他是比较容易去，你知道吗？真的要去 donate 体育，就是我支持戴资颖，就是我支持我认同的那个运动员，他就是有那个指定的意义。你不能把指定就当作是一种图利，就是一种利益输送，就是一种要规范的，那样太无限上纲了。委员，其实我们一般讲捐赠，大部分都是不是针对自己人，我们捐赠都是我捐给，譬如说别人或捐给机关团体，我们才叫捐嘛。如果说我是给我自己人的时候，其实一般我们都比较是属于赠与的性质，在法律关系上是属于比较赠与，所以现在差别是捐赠跟赠与之间的差别。那赠与我们一般是指说，你们就会觉得人家会利用捐赠来搞赠与，这就是你观念错置的地方。但是我们并没有堵掉他的路，就是说简单讲，就是说如果那你有20%的限制了，可是我跟委员报告哈，其实在我们现在综所税的这个整个统计里面，真正捐赠占我们综合所得总额的其实不到2%，也就是说一般人是不会拿那么多钱出来做捐赠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鼓励，要打破这样的观念啊！我们要支持体育，我
们要支持可以值得栽培的国手跟运动员呢、啊？我们非常非常认同，所以我们才会做这样的规定。受捐赠的运动员，您先稍安勿躁。受捐赠的运动员，他本身不是阿里不达的。他是受我们这个专户体育署去媒合认证，认为他是国家值得鼓励的。当是这种的状况之下，就是鼓励大家可以指定捐给他。对啊，即便是随便、欸、即便是我的亲家，我的什么，我不能剥夺，你不能剥夺掉我想要去选择支持这项体育或是这位运动员的这个权利。真的就比较政治现金，我们没有这样的规范，支持体育。不需要把那种把捐赠搞成赠与的这种防范防弊的这种观念来去堵绝，然后去限制别人心力的作为。政治现金，就像有限额一样，有限额，个人捐个人有限额，就像你20%的限制一样。限额如果说它是一个绝对数字的话，比较好。好，我讲一下好了。等一下哈、哦，那个。这一条我本来我修正没有提到这个，但是我觉得蛮有道理哦。但是我觉得不要限制他的亲戚关系，因为现在现实的关系，台湾绝大多数优秀的选手都是他的爸爸妈妈去卖鱼卖菜这样子弄出来的啊、哦、啊！等到成名了以后，才开始有人愿意赞助他啊、哦。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部分哈、哦，因为如果说这个，当然我们也不希望随便的，根本这体育成绩很差，那个用这个名目巧立名目去逃避。如果这个运动员是经过体育署认证的啊、哦，认可的啊、哦，我觉得没有道理不鼓励啊、哦，不鼓励他的家属啊、哦，他的家属投资他嘛。好，或者是赞助他嘛、哦、事实上是这样，要不然真的很苦哦，那些真的很苦哦，最后都撑不下去哦。好，我想那个财政部，因为我们26之1是一个增列的条文，它财政部也是呼应上一次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委员的一个想法，既然都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了，然后我们今天也在实行的层面，也希望大家能够共同在支持体育选手的这样的一个宗旨之下面，我们是把这个好，姻亲这部分把它拿出，好不好？好，这个才是一个真正能够支援我们体育的一个实在的一个做法。我们是可以跳脱过去的一个框架，我相信你们会把这个方放进去，一定跟过去的一些所产生，你们很害怕有一些的弊端出现。但是呢，我们是不是从心力的角色来去看待这样一个条文的处理？我们是不是就把这个但指定这个部分把它去除掉，好不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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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把它去除掉。26之1条，你要支持我24条之1。来，你们在学文字啊、哦？主席，我们这边只有一个法制上的用语的一个建议啊、哦，就是在那个捐赠的部分，就是第二项的第一款，这边同时并列了捐赠语。那法制用语上，要么用捐赠，要么用赠语。那为了前后条文用字一致，那建议第二项第一款跟第二款有关捐赠语的后面那个语字都拿掉。好，语捐赠特定，然后捐赠特定之运动员，好不好？那我是把整个条文再念过一遍，大家来看一下这可不可以。第26条之1，中央主管机关为培养支援运动员，得设置专户办理个人对运动员捐赠有关事宜。个人透过前项专户对中央主管机关认可之运动员之捐赠，于申报所得税时，得依下列规定作为列举扣除额：一、未指定捐赠特定之运动员者，为对政府之捐赠，全数作为列举扣除额。二、指定捐赠特定之运动员，视同对所得税法第11条第4项规定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机关或团体之捐赠，依同法第17条第1项第二款第二目之一规定作为列举扣除额。个人符合前项所得税列举扣除之金额，不计入
遗产及赠与税法之赠与总额，第一项专户之设置、资金之收支、保管、运用、分配、查核及监督；第二项运动员之认可、受赠资金之用途、个人列举扣除之范围、减除方法、应付之证明文件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财政部定之。这样子，我做个提醒啦。财政部担心说他捐给个人运动员，结果他拿去做别的事情，他去买房子，跟他的体育无关。其实这个就是体育署要做一个把关啦。我建议啦，因为他我们一开始就说他必须设立专户嘛，那专户也要经过体育署那边同意嘛。譬如说我来设一个专户，说我要当羽球选手，没有人会相信嘛，体育署也不会准我嘛，也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你们会设立办法嘛，你们会去定什么样的办法，比如说你全运会里面有到什么地步，或者有被列入重点栽培等等，那个才设嘛。你的办法里面也可以规范这个捐赠的所得的金额必须用在哪些项目嘛，专户去管控他的支用。那个专户其实也是可以查核啦，执法里面可以规范，就是说他这里有了啦，最后一项就有了嘛。第一项专户之设置、资金之收支、保管、运用、对分配，不啦不啦不啦，由主管机关会同财政部定之。所以你们也可以像政治现金一样，我们要核实，我们要用在哪些都要申报。去在办法定之后可以查核。你这样等于怀疑说人家政治现金给我们，有专户就没问题。拿去做选举，有专户没问题嘛？你们把刚刚委员讲的这个意思，可以啊，好，没问题，方向一致，在立法说明上面去做这样的一个处理，好不好？那文字上面我们是就在我刚刚所宣读的部分，好，文字修正通过，好。好啊，等一下，要有什么意见？没有意见，只是那个小小那个字，原以所得税法那个第二目之一的那个阿拉伯数字要变成是中文数字。Okay. 好，所以我们这是26之1是增列的，我们第26条就叫原文通过，维持现行条文，26之1就如我刚刚所念的这些文字通过，好不好？好，好，接下来我们再处理。第26条上有增加两个字。中央，第26条还要增加中央两个字，好，把它放进去，所以是文字是这样子修正通过。好，我们现在处理下面一个24条之1，有关于票价为特别扣除额的部分，我们是不是请来？我们在场有吴志扬委员嘛，对不对？还有张廖万坚委员，是不是？24之1。好，我们这个最后条文会是几条？24之1是吧？24之1，第几页？先说一下体育署的第几页？白的29页。白的29页。有关于这个，你看这个赛事的时候呢，你可以比如说15000啊、20000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你可以变为综合所得税之扣除额。好，这个我再讲一遍啊，这个就是用。鼓励消费的方式来，这不是直接减那些企业或运动员的这个税哦，这是不一样的 approach 啊，因为我们现在，振兴运动产业，啊，这个这几年来遇到一些瓶颈了啊，那之前可以用的工具大家也都用了哈，那我们觉得是要从参与啊，民众参与这个角度来啊，那我原来定的是26条之1哈，先把并到，好，现在变24之1，这个。乔治我没有意见哈，但是原来我只有写参观运动赛事以及运动产品的消费啊，那其实我们运动产业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叫做参与运动赛事啊，比如说的报名费，比如说参加马拉松、参加万人泳渡啊、参加这个自行车什么什么这一类的啊，但这个项目我想仿照刚刚一样了，这些到底什么哪一些比赛？啊，或者哪一些参与项目，哪一些运动用品啊，这些东西其实也是要体育署啊，你要去做一个认定啊，你认定了才能给这个财政部做一个参考的依据哈、啊。那至于额度，我本来是定15000了哈、啊，我只是先抓一个。那蒋乃馨委员动20000，我上次看到教育部的报告也欣然同意提升到20000，那这个我不坚持哈、啊，有20000也很好，谢谢。好，谢谢那个张廖委员，过来是吴思瑶委员。
我想哈，我的原来的也放在二十六了哈。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他任何我那个原文的意思是说哈，来购买国内所举办运动赛事门票哈，并经由学校或非营利性质团体捐赠学生或弱势团体的，我是有比较认为说哦，他要鼓励嘛哈，鼓励一些弱势团体、学生团体，他可以来买。500张、1000张，然后他 那部分可以，哦，那个条文有了嘛？哈 ，OK。好，还有没有？你讲的是个人嘛？哈，个人扣除了。每一个人来，我是姚委员。我自己的条文在26条，就是跟刚刚万坚委员讲的一样，我们对于举办、购买这些，鼓励大家去购买，那个已经在刚刚的条文有去做这个税的折抵。那我要跟那个志扬委员抱歉一下，我也很想支持哈，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面临一个状况是，当我们在文化部门的时候，我们希望有文化部门的艺文体验、艺文消费的这个。有提案，那我有另外有提案。Okay, 在图书的部分也有图书的，在体育也有体育。我觉得这个是要一个全官来做一个审议跟讨论。譬如说，彼此三者，我就以这三者来讲哈，你艺文、图书跟这个体育，到底三者是都要一样的金额呢，还是谁多一点谁少一点，还是彼此这个东西在另外一个法一致来规范呢？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比较需要方向上，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支持，只是当然财政部会有他的本位思考，他觉得这可能对于这个财政收入有一些什么样的计算，任何侵蚀税基的，但是呢本部都不表赞同。我都跟你讲，我都可以。我个人是觉得这个需要更宏观，然后几个可能的项类要统一去思考，然后他可能暂时在政策的这个有一个 priority， 这个是需要另外的统一想清楚。那这个阶段是不是在我们这个条例里头，其实我们上次也讲过了，暂时先 pending 一下，因为那确实要有文化的、教育的、体育的三者。来，那个许志杰委员，我觉得只要跟教育文化有对了，其实不管是运动啦，不管是文化啦，分委员会在、哦，包括所有的类似这样子的要推动的，是不是另外财政部啊、哦，在那个特别扣除额特别把这些列进去啦，好不好？看扣除额里面嘛。对对对，好。好，嗯，好了，我们综合好了，还有吴新阳委员。可是这个我在没有人像我这样子在总咨询讲两次三次的，真的。那时候你回去调那个袋子，林权院长是少数一直点头的哦，这个部分啊、哦。但是我跟点头没有用哦。点头还没有表示意见啊，不要说我们想讨论。我不过。但是需要考虑一下。对，点头是讲你讲的对啦。但是我跟你讲了哈，后边要讨论，看个讨论啦。那个40几项哈，43项，40几项其实性质不见得一样。那你刚才讲的文化的跟这个其实是很像的。对啦，哦，这个是很像的，但是不要不要扯其他的，不要去给我扯其他的那个扣除额，跟这个性质不一样的，不要来讨论。我也赞成啦，但是我是觉得那应该通盘考虑，是真的要通盘考虑，因为我们已经初步在26条已经把它纳入了，有相当的程度在鼓励了，所以个人的部分我是觉得，因为有很多种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喜好，对文化的、音乐的、运动的，那可还是整体来思考，比较不会有冲突了，好不好？好，我也赞成通盘的来考虑啦。好，那我想大家都充分的表达对于这个所谓体育赛事的一个支持，这绝对没有问题。但是在场很多的委员也认为，不管是运动，不管是阅读，不管是文化，还有其他的部分里面，它其实牵涉我们怎样的一个税制的问题，可能需要做一个通盘的考量。那除了刚刚委员所提案之外，那个蒋乃馨委员他特别也提出一个附带决议，我先暂时先念给各位大家听一下啊。为达到鼓励民众参与运动赛事之目的，有关纳税义务人及与其合并报缴之配偶及受抚养亲属于各类型运动赛事之票价消费，每人每年于2万元额度内得申报为综合所得税租扣除额，请财政部于106年所得税制改革方案中并入研议检讨。提案人蒋乃馨、陈廷飞、柯志恩，怎么样？
这个哈附带决议可能如果要我同意的话哈，我要求要把几个放进去，就是他这个只有票价哈。加通盘两个字，这个只有票价，我觉得还是要照我那个修正动议的那三种啊，就是这个运动赛会的票价、参与运动赛事的报名费以及国内运动产品的消费。好、啊，那么请体育署是不是给他根据吴志扬的意见，现在马上把它加进去，好不好、哎？还有什么要加的？然后这个请也太客气了一点哈、啊，应该财政部应于今年所得税制改革方案中那个、啊、体育署好不好？赶快过来根据吴委员所刚刚所提出来，他要求那个三项是把它条列进去，然后立即做一个处理，然后赶快给我一下，是啦，然后请给每个委员来做一个联署，好不好？好，就并入通盘检讨。来，徐志杰委员，我建议一下财政部哈，那个通盘检讨的时阵哈。你像我们的那个，应该是说娱乐消费、文化体育等等这些啦，就是说到底要怎么把它列进去哈？因为阮有问委员，以后可能看的人，我拢爱真烦恼，哎，但靠所得税，伊得企业看，医院较管，类似安尼的问题，是咪拢甲列做会？不过他这个附带决议应该是根据这个运动产业嘛，我是说另外的，跟这个无关的啦。好，额外的拜托财政部啊，这个部分可以列进去。是。好不好？体育署把它增列回进去了没有？我们先。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主席做成一个决议啊？来来来，西德来，各位委员。啊，各位共享，哎，各位共享，哎，当处理啊喂，哎赛哈，各位委员，那是不是由第24之一条？蒋乃馨等提案，吴志扬等提案，我们借这一次第26条之一，还有我们的修正动议，目前就是暂不处理，然后我们由附带决议来把刚刚委员的意见全部来做一个处理。好，我们就是不予增列，我们现在等体育署的一个文字，好不好？好。我上届有提一个，升格，就财政部跟彭委员，我这是在我们身上，他把它直接念出来就好了。不过升格，都像顶届安尼吼，学校体育管袂着，学校体育管袂着。对对，那个我们一直很强调。对啊，就是教育部管啊。这是什么？因为大学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过渡到那个，还有哪一条？没有了。社会体育。各位有咖啡，有布丁哈，赶快吃一吃。哎，教育部是准备的是打算让我们讲到五点，是不啦？今嘛几点三十八分呐？今年啦，布丁。什么两点？四十五分来当耍？今年，今年，布丁吃一吃哈，今年。早上太辛苦了，是吧？怎么样？怎么样？啊？去调味道，我们这边的主要有去。我们都是没选。下次如果可以待到傍晚，我们再来买立法院三房，对不对？人家是毁容社。不行，我问一下哈，你们是哈？一股，哎，一修两天，修到哦，修到位啊，变得足水啊，大家足有成就感。我也很喜欢。这布丁好吃。我吃完了。在接龙。说，哎，应该哪一个？在文章接龙。张亮可以继续说啊。不是啊，像那个，我们现在是运动赛会嘛，哈，门票是哦。那如果像我们去参加，譬如说去羽球班啊，什么那种运动性的消费支付那个黑布哦。没有啦，就是那个属于另外一个，那个也是运动事业，那个属于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啊，那是属于全民运动，那全民运动啊，哎呀，鼓励全民运动啊，我的那个财政太难认定了，不敢来呀，然后。满建，你这个提案要是真的啊哈，提出来啊哈，你会让这些所有运动产业小型、微型的哈，他们以后都要被国税局用来查税，我跟你讲。不会了，因为你那个时候就可以有比较嘛，那他就在他可以勾机啊，那我对呀、啊，那反而会害惨的那些小型的那个运动产业啊，对呀、啊，他不用去，然后公司只要还一个税用，那就要死，对呀、啊。
下礼拜的立场是谁的？我有财产是，就是拍。不是，是庄翠云庄署长。庄市长，您有什么？有什么那个？他是原来的国台署。国台署，对对对。市长。对对对对，庄翠云。哦，是。然后可是再来找你。好好好。我之前说里面有很多。太在文的吗？这样。其他人来给您报道。哈哈哈哈哈。然后啊，再给你。对，运动赛事，自己去参与，然后手上看费用，然后欣赏各个团队，然后所有在场，我们条文都结束了，激我都结束了，现在运动内伤，我们在消费支持，谢谢感谢。好，来各位。来来来来来，各位各位各位，我们来听一下好不好？好。来，我们来这个附带决议，大家听一下啊。为达到鼓励民众参与运动赛事之目的，有关纳税义务人及与其合并报缴之配偶及受抚养亲属参与各形态运动竞赛之报名费用，欣赏各类型运动赛事之票价消费，及我国自制运动类商品之消费支出，每人每年于20,000元额度内得申报为综合所得税之扣除额。请问一下，是不是特别扣除额？没有，就是之扣除额。财政部应于106年所得税制改革方案中并入研议检讨。通盘检讨，并入研议通盘。好，并入研议通盘检讨。这样子你们就可以检讨。所以你的重点就是在今年106年必须要通盘检讨，然后呢，项目就是包括我刚刚所提到的参与各类型运动竞赛之报名费用、各类型运动赛事之票价消费，还有呢，我国自制运动类商品之消费支出，全部把吴委员刚刚所比较在乎的这几个条例都全部放进去，而且是今年做通盘检讨，安内塞吧？好，可以，那。联署委员，在场每个委员都把他加入联署，好。然后呢？哎呀，蓝绿如果像我们叫文就好了哈，金价是。连战，我们可以坐下来谈吗？是是，可以可以，你可以联署。好，报告各位。我们就是照我们刚刚的一些修正的条文哦，就这样通过，其余条文均照审查会通过条文通过，好吧？别去上一个，谢谢各位，拜。别去上一个啊！刷1:45，谢谢大家。别去上呀。来，各位委员，咱们移驾到前面来，再照一张。时间点，那我们用，那个三千多的效率请假，这样就会把我们的那个整个，谢谢，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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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个组长，哎呦，好，谢谢，谢谢。